谢谢。当我知道要筹办这场演唱会时，我们的导演郭导演郭子导演就跟我要导演有掌声吗？他跟我要很多的资料，小时候的照片，还有毕业纪念册。我跟他说我没有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我说我真的，我一张都没有。我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逼问之下，我甚至会怀疑我自己的身世，我到底是不是我娘亲生的。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不喜欢拍照。我讲给大家听，小时候的我，刚那张还比较大了，在更小的时候，我又矮又丑又胖。你说我怎么会喜欢拍照？还毕业纪念册，我怎么可能用钱买下来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其实我想每个人在成长阶段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说得出来的秘密，或者是说不出的伤痛。这些伤痛，不管你长大之后，再提起来的时候，都让人好心疼。心疼的像是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一样。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心爱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想回家的路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欢迎亲爱的小孩原主唱苏芮苏姐。哇，今天好漂亮哦！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
回家的路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跟苏瑞姐一起合唱，谢谢苏瑞姐，谢谢。